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斯德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，就是这个《战斗陀螺迷你版》第十弹 GT 世代篇。那这 GT 世代呢，出了一共是六种哦。那里面呢，分别是哪一些呢？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开看看吧。Go！好的，那我们先来开第一颗，先选这个最显眼的黑色好了。哎。好有趣哦！啊，我看到了，这个是猛毒破坏神，那这个应该就是它全部的贴纸了吧？好，全内容就是这些。这个看起来很像是迷你的那种辣条发射器哦。那原 size 的话呢，在这里，我可以来稍微比一下这个大小哦。你光这个辣条，迷你版差这么多。这样子差这么多，然后呢，这个发射器的大小这样子，大概只有它的一半大而已。哇，超迷你耶！而且上面还有写哦，这个是右旋专用的哦，右旋的。好，我们来把它装起来。好，装上去的话呢，长这个样子。上面的话呢，再来把它贴贴纸。哇，这贴纸做的是很漂亮，可是感觉单薄。哦，哦，上面有那个洞，所以要瞄准好。好，压上去。好，我们的迷你猛毒破坏神呢就好了。那这个装备的话呢，这个感觉有在像要模仿 VN 铁啦，刚好是一个六角形的样子哦。上面这个呢，也像是在模仿那个会弹出来的那个轴心哦。好，我们来跟原版的比较一下，大小差很多哦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一号选手猛毒破坏神，来换一个在这里。来，我们第二颗选蓝色这一颗，来看看是不是霸斗。哎，果然是。我们来看这个下面，哦，真的长不一样哎，你看这是像那个碧柔铁的样子，哇酷哦。哎，下面也有在模仿那个 PW 轴。所以说，它小归小，该做的一些样子还是有做出来的哦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二号选手斩吉战神，大小一看呢，还是差的感觉非常多。好，二号选手，来继续拆第三颗。这一颗的话是双生神枪。哦，不一样的，它上面有写，这个是左回旋的一个 L 的标志。拉条的话呢是长一样的。好，来陀螺的话呢，这边有 DR 铁跟 SP 轴。好，来把它装起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双生神枪，亮晶晶的双生神枪。来，我们原本的比一下。好，三号选手双生神枪。来，那接下来呢？这一颗粉红色。好，这颗粉红色的是，哦，王牌圣龙。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哦，有 ST 铁，然后跟我们的 CH 轴，这个 CH 轴。有点太瘦了，来组装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王牌圣龙，来一样跟我们的原版比一比。哇，这颗真的是很帅哦。好来，接下来是绿色这一颗，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是武神阿修罗，来 HR 铁。然后跟我们的 KP 轴，好，跟我们的武神阿修罗，来一样呢，跟我们的这个对比一下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最后一颗啦，黄色的，我觉得这个一定就是那个了，巫师魔龙了，看一下是不是？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巫师魔龙，这里有 RT 铁。然后再配上我们的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就不太像哦，这不像 RS 轴了。
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巫师魔龙啊，一样跟我们的原版比一比。好的，那这六颗呢，全部都把它打开了。我们等一下呢，会把这些小陀螺再把它塞回去扭蛋里面，然后我们用抽的来看看这六颗呢，最后谁会是冠军吧。Go！ 好的，我们已经把迷你陀螺都放进我们的这个不透明的扭蛋里面喽。我们来抽出我们第一局是谁跟谁对战吧。来，这颗。来，这边抽到的是猛毒破坏神对上我们的巫师魔龙。好，好，我们这边是猛毒破坏神对上巫师魔龙。来，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。魔药，哎，击飞！猛毒破坏神获得一分。来，再来第二局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喂，这是魔龙能吸收吗？好像可以耶。哦，暂停！巫师魔龙获得一分，比数一比一。来，最后一局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准备好？啊，又被撑过去了。暂停，猛毒破坏神获得两分晋级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二局。来，这边抽到的是斩击战神对上我们的王牌圣龙。好，这边是斩击战神对上王牌圣龙。来，第一局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， 击飞！哦。王牌圣龙击飞，获得一分。来，第二局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这个应该是王牌圣龙先把战神击飞哦，所以王牌圣龙击飞获得一分，总共两分晋级。好，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三局。好，这个。来，这边是武神阿修罗对上双生神枪。来，武神阿修罗对双生神枪。来，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哦，真的会抢中间跟绕圈哎！喂，喂。没力吗？哎呀，转停，神枪获得一分。来，第二局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哇，撑住，撑住！好像真的有那个 SP 轴的声音哎。哦，哇，撑不住，撑啊，转停。神枪获得一分，两分晋级。好，刚刚晋级的呢是这三颗的迷你陀螺。那等一下这三颗呢，会把它再放回去扭蛋里面哦。其中有两颗呢要多赛一场，另外一颗直接当种子选手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看哪两颗要再加赛一场。来，这边抽到的是猛毒破坏神，对上我们的双生神枪。来。猛毒破坏神对上双生神枪，准备 ，three, two, one, go！ 我们抓到美丽了。哎！
平手，再来一场。来，准备 3, 2, 1, go！ 击飞！哇，直接击飞，双生神枪获得一分。好，来，准备 3, 2, 1, go！ 哦，真的有 SP 的那个声音哦。哎呦啊，破坏神！撑住，撑住！有机会哦！啊，转停，神枪直接获得两分，晋级打冠军赛。好，来，最后是我们的冠军赛，由我们的王牌圣龙对上我们的双生神枪，一样打两分哦。来，准备 3, 2, 1, go！ 这个 CG 走不会绕场啊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转停，双生神枪获得一分。来，第二局准备 3, 2, 1, go！ 哦哦哦！哎呦，中到中到！我不会吧？压倒性转停获胜哎，双生神枪获得两分。是我们这一次的迷你战斗陀螺呢的冠军，哇，真快是现在也很强的神枪哦，现在迷你陀螺也是这么强。好的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拍的迷你陀螺的大乱斗，喜欢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给个喜欢，然后呢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